大家在基本法的基础上讨论。基本法怎样讲普选特首的？先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候选人，之后就由一人一票选出来，最后由中央任命。既然这么清楚，有根有据的噃，跟着来谈掂佢就得咯。2017年，我哋就有份投票选特首啊！我哋人人都有份噶。大家把握机会，一起实现普选。